大家好，这个是长岛的皇后村 Queen's Village 自助餐，海鲜自助。午餐呢是17块钱，晚餐是28，周五到周日是30。现在有很多人在开始排队了，里边爆满。这个是我的第一盘，我点了两个腿儿，一个脚，然后一块鱼，然后有两个这种 cheese 的这种小贝壳，还有一点三个这个，还有两个虾，一个这个虾。猜猜我们在这里遇到谁了？哇，大名鼎鼎的丽娜妹 ，Hello。哇，你在这里，你好，师姐有没有在啊？你在旁边了？他没有，这个是朋友来的。第一盆已经吃下去了，接下来 round two， 这生蚝上来30秒都用不了哈，全部当场被别人抢光了。我们拼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就搞了这么点。在这里吃自助餐呢，让我想到了在深圳吃。在深圳的时候真的是香辣蟹一上来马上盘子就光了啊。这我们已经是第几盘了，苏金波？我估计我们吃了有30-40个是有的哈。吃完了这一餐呢，是我吃自助餐以来吃的最爽的一次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无限量的，一直上一直上，烤生蚝还有各种蟹腿龙虾腿全部是无限量的，一盘接一盘的上，绝对超值。不一说好，别下次我们来涨价了。